Wow. That looks awesome. Wow. Hold on, I want to get a picture of it. 拥有1570万订阅的加拿大科技网红看到眼前的电脑直呼真的太赞了。这名网红在台北电脑展期间到台北光华商场随机找店家组了这台高阶电脑，事后拍影片PO网大赞用料很实在，防护措施完善等等。影片短短两天引来200多万网友朝圣，但业者居然不知道自己被大神造访。这家电脑业者发文写下，突然被手机提示音轰炸，想说发生了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原来被大人物造访，对他很抱歉没认出他。不过有民众在街上认出他，收到惊喜大礼。嗨，I love your videos. 看到偶像惊讶到不知所措，更没想到直接收到要价约17万的桌上型电脑，像是天上掉下来的礼物，羡煞一票人。毕竟是我崇拜一个偶像，如果他能给我东西，那当然是比较好的。那很好啊，帮助了台湾的那个电脑推向国际啊，很好啊，很棒。不单单只是为原本的店家，甚至于光华商场有机会带来更多的客人，也让全世界再度印证了，其实，在电脑的研发、组装、制造上面，台湾是世界 number one。网红的海外粉丝纷纷表示，看完都想来台湾组装电脑。台湾网友也大赞，这是世界级的宣传，根本台湾之光。民事新闻吴振宇、胡崇恩台北采访报道。